频道美综合报道。中国女星杨幂因野兔仙界奇侠传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夯剧而大受欢迎。近来她与黄子韬主演的谈判官引起许多粉丝关注，两人在剧中大谈办公室恋情，但黄子韬的一个举动却让杨幂的发际线不小心曝光。杨幂在谈判官中留住一头盘粉长卷发，展现出精明干练的个性。剧中有一幕她正专心地看助攻儿，因此拒绝黄子韬的邀约，此时男方一般搂出她的纤腰禁锢在怀中逼她就范，说除非她答应才会放手，这才让杨幂娇羞地接受，接住黄子韬掀起了杨幂的秀发，并在额头上印下一吻，本该是充满粉红泡泡的画面，却在杨幂露出额头后全破灭。原来这个举动让杨幂的超高发际线见客，观众看了直呼一秒出戏。其实杨幂一直以来都受发际线所苦，在三生三世中的造型更是被酸要秃头了，对此杨幂也展现了高一挺大气回应，我是一个经不起批评的人，如果你批评我，我就去植发。杨幂长相甜美，拥有超高人气，反射自杨幂微博，黄子韬不小心让杨幂的发际线曝光，反射自秒呆杨幂在三生三世中被酸秃头，反射自娱乐天天看微博影片点我